中环新海滨星期日下午上演一场创意飞行比赛，四十几支参赛队伍用他们自制的飞行器飞出维港，战机要出发了。这个号称玩到你发脾气的游戏主角 Flappy Bird 也都接受挑战了，似乎他们忘记叫人按掣他才飞得起。飞不飞得起或者未必是胜负的关键，能够搭上这个六米高台靠的就是他们的非凡创意和精彩表演。另一方面，参赛者要面对黄色暴雨兼及阵阵大风，可能是一个考验。吹甩咗都唔理得咁多啦，掟落海先算啦。今次主办单位相隔四年之后第二次在香港举行飞行大赛，虽然今日天气唔系几好啊，但仍然都吸引咗过千个市民在中环新海滨呢一度观赏比赛。香港天下记者文嘉豪报道。